你那么累，你跑了一道了，你中午跑一道，你现在累了是吧？大家好，我是金阳。今天这个五公主，咱们五公主已经找到喜欢她的人了啊。五公主还是找到一个老板啊，家里边牛肉还有别的这个碎肉是随便吃啊，还有鱼，嗯，都是给你准备的。五公主有福，本身从小出生大家也知道，一窝里边当公主去捧着是吧？对，有我们老二老粗罩着，那狗王不敢欺负，狼王罩着，走到新家也是手心里捧着的。高兴了是吧？敢咬老粗了，给老粗团聚团聚，一会儿给你们，给你大哥，就经常欺负你的大哥，给他告个别。过来五公主，过来给你狗王大哥团聚团聚啊，分窝好几天了，今天团聚一下呀，够不着呢还。非得要砍着你，来来啊！不行的，不行，去吧去吧，你赶紧下来，偷偷的赶紧下来。小狗王，如果要是你看这就是老五，看见没？你看见没？你看他，这一会儿撕坏了，看他坏样。你这临走之前还给我咬两口，单独在一块的时候狗王。刚说完要夸他呢，嗯，这是你妹妹，她要走了，你别欺负她了啊，听见没？老五，原来小狗王在上面站着呢，在想着你能不能别拆我窝啊？你临走了，你给我留点好印象，是不是小狗王？说，你说你临走了，你能不能给我留点好印象，别拆我窝？哎呀，这是五公主的。五公主说了，还是我二哥好。我二哥怎么折腾都行，我这大哥是牛脾气。你看，小狗王就抱着他的窝，玩会儿吧，团聚团聚。哎，人家趴上了。你看吧，他就是护他东西，你知道吗？行，咱不玩了，不给他玩了。这狗王今天跑了一路，锻炼了一路，累了。哎呀，你看呗，行了，护他的东西，你可别真把你妹妹给咬了，人家走啊，再给你落点伤，落点伤，他不会这样，我觉得他不会这样。过来，我反过来。哎，好，玩去吧，窝这上面吧。耶，这啥玩意儿？人家狗王要睡觉，人家狗王要午休，能不能好好玩？可得记住了啊！如果，这个啥，这个到新家之后，可别让他来咬这个了啊！这个垫个破衣服啥的，他肯定得咬。对，嗯，回头想想办法，给他弄一个结实点的，让他咬不动。还得保温保暖，这实际热的，他现在也不怕冷。嗯，狗王咬你啊，你惹他吧。实际你看呗，小狗王也知道，嗯嗯，他不去真咬妹妹，闹着玩儿，就吓唬吓唬他。行了，你是不是教你妹妹呢？啊，到新家之后有人欺负你，你就像我这样去咬他们，是不是你教他呢？啊，咱走吧，你别搁这拆了。啊，告诉他呢，不让拆。嗯，走到家里，对。走到家里不要拆家，这都是跟你说呢，五公主。放下来，走了。走吧，咱出去跑跑，咱就走了啊。走，跑吧。走了，跑着走。你往这边来就来。看见他爸爸。咦，跟他爹还告个别。呀，找他妈去了。你看这胆量大的，你看看了一眼，走了，行，就当告别了。你看，不让他们出来了，舍不得走。